你们要跟他们说什么呢？跟厨师说什么？厨师说什么？我们要吃什么？你是要跟他说客人有四位，怎么会客人有七位？好，慢慢坐。等他抹完就换你，对，轮流。先请那个有抹到就可以了，嗯，你放着，他就自己知道。来幽君，你怎么？你要请客人去听啊。慢慢来，对。哎，那他们班长，你要跟他跟客人说，请去哪里呢？请到这边用餐。对，服务生很棒哦，就马上带过去哦。好，那你们就先坐在那边。好了，可以放上去了。好了，就可以放上去，他们就可以端过去。对，小心放。安安可以放上去了。Yushi， 你不可以走过来哦，你要在那边放哦，知道吗？那好啦，你们看好了就可以送餐了，小心送哦。小心送哦，小心拿好哦，拿好哦，拿好。那你们要说请用餐，请用餐，对，好，就放回去啊，你们可以开始享用了。可以呀、啊，真的吃。哎，厨师在做什么？嗯。哎，你们介绍的人要站起来哦，不可以休息哦。要站起来，叫我们站起来。对啊，我就要站起来啊。出去。好，厨师，你们可以做给工作人员吃了。